哎呦！马兰，秀，等一下哦。现在有人才对战，好了，开始吧。没有，刚才光遇，晚上好。刚下午教了一下。新手玩日麻，我觉得我也不算日麻的老手，跑去教新手玩日麻，我觉得很奇怪。哦，防御有没有人？我在海胆，要一个帮忙跑。我要每分钟低一下头。哦，怎么那么大声？应该说阿贝在不在？嘿，大大安安，你才大大，你有宝牌欸。不，你有宝牌。哎，都有在想说，如果你的白板全都是宝牌，是不是很屌啊？对不对？很屌哎、欸！对啊，现在关心阿贝在不在？这样国四无双才有人可以喊。感谢小妞，阿贝，国四无双出现了，阿贝这样子。哦，不过我昨天下午关台后，我就整个睡死，睡到4点睡到隔天清晨4点。哦，好会睡哦，我睡睡平安呢。哎呦！你不知道日麻怎么糊？我今天才下午才在教啊。首先，你先好好看好，你先把一番的全部背下来啊。它还是有它的游戏规则在啊。你会没有番数，是因为你没有达到它的游戏规则。懂吗？它有它的游戏规则，那你连游戏规则都没达到，当然玩不了这游戏。我今天也是这样跟那个新手说，我刚刚想说，你有空，你有事没事就是打开来，然后背下前3番。
道具暗暗。いかなる結末も受け入れましょう。我忘记阿尔宙斯什么时候出欸，阿亮，阿尔宙斯什么时候出？十几号？十八、十九吗？伪造一月，不是一月几号？因为小雪想说请我去当那个日麻的那个陪他就是他那边举办日麻比赛嘛，然后陪他当赛评这样子。一二八哦，那完蛋啦、啊，就是月底啊，他就找我月底，我说那个阿尔宙斯好像那时候出欸，他说哦对耶。就很狠心的啊，拒绝掉他了，我也觉得很难过。嗯，一个好好的妹子，特地来找我，我要这样拒绝掉他。嗨，夏曦，不要再恨我了，好不好？跟我说句话、啊，要多说几句话，我们感情才会好。你就只有恨完就走，难过哎、欸。你当赛评没有啦，就是陪聊啦。啊，陪聊懂吗？什么叫陪聊？发生什么事情？哎，好久不见！我敢，你敢不敢早点出来？哎、欸，双等于哎，乔玉。我不陪聊，我只陪睡啊！你也没有陪我睡觉过啊！都跟我讲说抱抱睡啊，人就不见了，他、啊、就真的去睡了。スモです。那现在工作还好吗？我明就抱抱睡，我知道啊，你就每次抱完人就不见啦、啊。那现在工作还好吗？用办公室电脑偷偷上一下。办公室电脑？什么办公室啊？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ドラさん、ドラ、ドラ、バイマン。阿贝，梦想阿贝。啊，夏曦又不见了，我好难过。
好丑的牌啊，好丑啊！就我家办公室，你家还有办公室哦？你家是做什么的、啊？我是问太多了。不是啊，我也希望他早点来啊。对，喂，奇怪，我不是载了那个 APP 吗？怎么又有问我要不要交朋友？你好，我们设计了一个交流网站，这是什么鬼东西？我忘记了。阿爸阿爸，我很久没上来，想你们了。你知道我有时候在想说，开台的时候你会不会出现？那我发现你回我妹友都回得好冷淡，我想是不是吵到你了，就没有继续吵你。砰！哦。哦，没有啦，我是说你回讯息啦，好，我懂意思了。我想说，是不是对我倦怠了，不是很想理我了？晚上好，晚上好。其实是很开心的回我，真的假的？那你下次就可以加个刮胡笑之类的。馒头，好、哦，回家。等下你馒头不用拿东西烧哦，
么早就想跟我牵手。不要，无名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跑掉。我要大杀四方的时候，他就跑掉，不好玩。不合适。哇哦，太酷了吧！いらないものを惜しむ必要はありません。カン。ラン。谢谢。哦，好扯哦。他飞了，最后一局还是飞了。稳拳带腰，碎啦碎啦碎啦！恐れ入ります。是不是说换造型？哦，好了，记得按哦，准备哦。如果在听台的话，冠良哦，好，你说冠良是雷犯哦。啊，开始，再三天要开学了，不想上课啊，辛苦了，辛苦了。可惜没有自己设，没办法，能糊就好了。平安安，飞机票是给自己的，他偶尔给别人，偶尔自己飞嘛。他常这样啊。一直连按太可怕，你跟他们抢，你想一下呢？这样好了。欸，我搞不懂你耶，你有时候都不会给我这些牌，你怎么今天突然给我这些牌？我真的是猜不透你呀。嗯，红灯不要搞。迪路安 ，Hello Hello， 最近闪闪还好吗？你知道我当时
那个回顾嘛，今年去年的回顾，他说，我第一个好友是小光，想想对呢，我当时玩雀魂就是因为要跟那个小光还有闪闪他们玩，才载回来玩的。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太无情了。我知道啊，就是想说最近看他很少开台，想说他有没有怎样，还好吗？他说繁星很想他哦。你也立子啊，我们就留掉啊。哦不，应该很好，真的假的？那就好。啊！好像有点痛，你娘嘞！我装家当然痛啊！你直接讲你娘哇！我最近脏话怎么了？太亏了，超亏的啊！亏欸！等下有好友上线。我的右边这边，刚刚指定上线到这里，所以有时候看我不在干嘛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这边好友是一排上线的，所以我才会想要用离线或是隐藏啊。我最近都不怎么说脏话了。哎、欸，你很好啊，少说一点脏话啊。これも勝利のために必要なこと。又来了，又来了，又要杀人了！你够了哦，小心脏受不起哦。小鱼有没有进步？你都胡庄家，你当然会痛！我的天哪，要死了哦！
没飞人就好了。你是说我们等一下的目标是他吗？打喷嚏。哦，好痛。等一下要换他装甲了，就他换他装甲自摸，哇，好痛啊！马吉晚安。我现在讲话说语言都超凝呆，哇，从年纪小小的人讲嘴巴讲说超凝呆很可爱，稳拳带腰哦。啊嘞！我跟台湾人打吃鸡讲台语，结果他们说听不懂。我搞不好可能真的是你台语不标准。马叔，你嗨唱完记得保护啊？你怎么都关心他？你好像特别关心他哎、欸。哦，不自然哈。哎呦！哎呦！还有中部枪啊！场外吗？等搞不好这场结束就有场外了。还有娘娘腔啊，对不起，抱歉。木木要下了哦，家人起床了，好，路上小心。教主很坏？没有，怎么坏？说啥呢？这个好危险哦！你还想打这一张哎？好啦，没事哎。整天消费你国事，没有吧？欸，刚不在，刚虽然没有国事啊，我还凶巴巴，我当然凶啊。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好啦，送欢乐。先跑屁啊，你有什么好跑的啦？你解释给我听，你有什么好跑的？你倒是跟我说，你有啥好跑的？你说，你
你告诉我嘛。你说嘛，他就只是个国士无双，有什么好跑的？你都在关键时候掉链子哎！区区这个国士无双，阿贝看腻了好吗？他才不在乎嘞，对不对，阿贝？国还不跑，也要他国得到啊！看右边消费了。没有消费，就有人国不到嘛，对不对？没有阿贝在的时候，才会比较想跟他国。可惜明天还要上班，不能等太晚。看你的造化咯。我看了一下时间，8:30了，你跟我讲这句话，你几点要上班？应该说你几点前要睡，这样子。你几点要睡啊？我等一下要打掉这两张吗？犹豫欸。欸，你不觉得这几次都是你第一个例子的吗？你够了哦、喔，很恐怖哦、喔。你不想杀人，请阻止你。这样子吗？有阻止到吗？我有阻止到吧，他们不要啊。他好凶哦。啊，一炮双响。你看，相较我温和多了。我没有杀人哦，哎，2600杀什么人呐、啊？给他进来了。我没尾刀啊，同时好吗？是同时好吗？好啦，阿杯送给你。哦不。哦不，阿杯跑去别人家了。欸，这个国士无双过、哦、阿杯记好，他有国士无双过，我有捡过他的精华。
欸，不对，你干嘛只打四万？你怪怪的。你怪怪的，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之前有看到梦想桌超恐怖的，其实进来玩的几乎绝大有三分之二的都在玩梦想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在开日麻台的时候，其实看得很开心啊。哇，无名，你这句话有点渣男的成分欸，我只负责快乐，不负责照顾小孩，这样吗？大家都不打字呢，有啦，我跟对家有打而已啦，这两家没有打，很恐怖而已啦。你这局有梦想了哦，真的哦，那我是不是快跑了？哦。不行。这里好可怕，这里才好玩呢！赶快打一打，拜托，这边可是东一东二局曾经都飞过人的呢。雨林安安，啊，什么时候要教你玩？什么时候愿意让我教你玩？リーチだ。啊！阿伯，阿伯，阿伯，醒来，阿伯！好开心哦！你可以叫黑糖的时候叫我，没有啊，黑糖。黑糖他跟我讲说，他回家的时候敲我，结果他有看到他在有人场，我很难过哎。小雪安安，欸，小雪阿尔宙斯28号哎，啊，我的牌咧？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が。リーチ、イン成功、ドラさん。来不及寄到你家，我在想耶。因为买实体卡，实体游戏片就是会有这个风险啊。我也是有在想这件事情啊，所以那时候在犹豫要买实体的还是要买那个虚拟的，可是又有囤积症。嗨，感谢阿杯的超级留言。醒了没？还没醒，要不要帮你啊？不要晕船，好吗？不要晕船。
不要晕船。你是不是被忘记？我觉得是他被忘记我了。嗯，刚刚那局好难过。冬一的时候打教子追踪，两国不行，看着三家立，你就立呀，又没关系。抱歉了，小杯杯，我要来回你的梦了。你还在外面上课，没事啦。你要我跟你一对一也可以啊。我今天就是跟我今天在教阿兵啊。我今天下午是教阿兵，欸，他学超快的，欸。没事啊，你要我半夜教你可以，如果还醒着的话，啊，或是六日啊，明天假日教你也可以啊。反正我没开台行者我都可以教啊，你有空的话。好吧，阿贝有这一张牌啊，不用怕，对不对？放死你哦。阿贝啊，他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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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他应该是没有白班。阿贝醒了没？起来，敲醒！麻将怎么玩 ？Google 啊，自己 Google 比较快，用讲的你也听不懂，自己去用看的。让我至少在最后的时候看到你亮出来。你还是听牌的国术双好吗？七，我才小五不会玩麻将，哇！干！哇！迪路你做的太棒了。哦，それぽん。你才小五不会打麻将哦？那小五至少会打字吧？会打字可以去 Google 啊。啊，年纪不是问题好吗？我没上幼稚园就会画画了呢。啊，对啊，米罗会玩呢，你们差一年而已耶，去学吧。哇！你把人家断了还唬人家，你好过分哦！哇，我好喜欢。啊，那你醒得很早也不好玩。看不懂，去 Google 啊！再讲一次，阿有事，阿有闲情在这边打字，去学比较快。我对对和最简单，断幺九最简单，好不好？你对对和，你也要两张一样的牌才能对耶。干，怎么是你给我？现在才东三局哦，
断腰比国四还难，好不好？我现在我这一场就断给你看，好不好？看是他先国四还是我先断腰，好不好？看一下哦，说个笑话，麻将是我去年才开始玩的，不会打下去，慢慢就会了。我也是去年才开始认真玩的啊。あれれ、この範囲捨てちゃダメでした？没有，他根本就存心没有想要玩啦。讲说自己小五，先问怎么玩。我小虎不会，这种就是先把责任先推掉啊！你真的想要学吗 ？Hello， 那个小五的，你是真的存心有要学的话，来跟你说。啊，他不在了。要，好啦，我讲真的啦，你真的还是去看影片，真的比较快啦。有很多啊，啊，现在如果边实况边教，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教你这个东那种东西，要一对一比较好教欸。你啊，对不起，一对一会比较好教。现在边直播边教的话，你一定听不懂啊。有太多术语你要慢慢学，而且我现在在玩，没有空教你太多。你要学你就真的去打日麻，然后日麻教学好吗？不要说你找不到看不懂之类的，我那时候也就是打日麻空白新手教学之类的，我就从头慢慢开始学。你先下来玩嘛，你先去宅来玩，去打电脑。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赢那个和那个胡不了牌，这样教你才你。你现在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你也是纸上谈兵啊，你什么都不懂啊。你真的下来玩过几轮之后，再开始跟你讲，你才会有亲身经历。啊，不然一开始什么都跟你讲讲讲完之后，叫你自己去打，你也听不懂啊。你先来玩。那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胡不了牌啊？为什么？什么叫正听？什么叫无意？什么鬼东西？啊！讲完之后你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看，国士无双啊，有很难吗？还是你刚才反讽？还是断腰？断腰比国士难，这是反讽，还是我太认真了啊？我被钓到了。
可是我爸不让我赌博，日麻又不是赌博。我跟你讲，只要不赌钱，就不是赌博好吗？你这样今天好，你猜拳，你猜输了给我钱是赌博啊？啊，是不是？这样算赌博吗？对不对？你对你爸对赌博的定义是什么？赌钱才叫赌博吗？打麻将可以不用赌钱呐、啊。哎、欸，日麻有国际比赛哎。你跟你爸讲说，你儿子现在拼的是一个事业。醒了没啦？敲醒你哦。对啊，而且你现在又跟我讲说你爸不让你赌博，那你刚刚跟我讲一大堆干嘛？你不觉得你很好笑吗？所以我刚刚就说了嘛，他刚刚一副讲的就是把年纪推出来，那现在又推给他爸，然后又说要我要学，我就觉得你很假。你昨天忘了收火，火一大堆，我现在火好少哦，那一大堆人都退坑了。但是，哎、欸，可以耶。白痴，东区。你怎么开始打这些牌了？你好恐怖哦！你怎么开始打这些了？不是欸，阿贝你怎么了？你真的要做梦了吗？你还想起舞吗？我没有说你退光了啦，我说其他人呢、啊？你怎么可能退光宇啊？哇塞，你是大佬欸。又突然打出来断幺九，就他发现断幺九真的比较难，他就做断幺九比较快乐。肚子好痛，赶快打一打！你现在赶快断掉换手机玩啊？还是你没有手机？大家赶快！啊，屎快出来了！气的，第一集，气的。哇靠，太痛了吧！干嘛？你看，好好的这些不做，做什么国士无双？你这个在干嘛？勝利の
你明明就可以。我虽然我知道你是硬要玩啦、啊、我也看得很快乐啦。等一下。哦好。我想说又是正太。有印象吗？好像有。有梦最美，快去大便啦。你的梦想价值6000分欸。去大便。哎、欸，小月，你突然换那个头像，害我吓到、欸。应该说你换照片呐、啊，不是换头像。你付20000多吗？刚刚有到20000多吗？你换照片怎么了？没有，觉得你身材很好。干，这样是性骚扰啊！好恐怖哦。我想说奇怪，这个人好像小月，是小月吗？然后点开照片看，哎呦喂，对不起，如果刚刚不舒服性骚扰到你的话，我道歉。如果觉得很开心的话，我可以多说一点。最后被两个24000的有吗？那你是不是没看过生母啊？哎、欸，那时候生母被我合多少啊？去看一下。我那时候自一色大四喜自一色那一场，哦，没有，我有个干爹，就是这位，就这位，他被我他付31000，那个时间点帮标记好了。立起。对啊，我才2000多吧。来，请看这位生母啊，生母当时被一个大四喜自一色啊，还有一位叫小超的，一个付11000，一个付31000啊，请笑纳啊。3倍1满，对啊。要听音效吗？リーチ。ツイソ大寿司。トリプルヤクマン。我觉得分数可以更高欸，因为那时候那个谁先逃走了。那时候冰山跑掉了，不然分数是不是可以更多一些些？
有没有谁合过九连宝灯？没看过，我还没在我的台上看过九连宝灯。你看纯正都九连都没看过了，何止四杠子？那个谁西明有过吗？干嘛啦？还我画面呐、啊！啊，剩一张了。リーチ、ツモ、タンヤオ、ドラ。統一、ドラ。我那时候本来想说，要不要人家都有加班台嘛，那要不要也来玩一个类似的，就是看到一个溢满啊，加开十分钟，太懒了。最常看到国士就很好做啊，我之前也是真的国士做到很腻。小月有要提告吗？没有，好，他打没事没事。我还不告死你！绿色没看过，我绿色曾经差点两次，但没有成功过。啊，就是那个跑掉的冰山啊啊！没有绿色干什么？三，你曾经以为一条也算绿，没办法啊，你们一定有什么好告的吗？是没有啦。你可以告我不舒服啊，因为他这边明确规定有说只包含2368，是68。哎，这种牌我会忘掉中间这一格哎、欸，如果这个牌型的话，我为什么会忘掉？没事没事没事。什么？你做天河？天河吧，就是运气东西，你要怎么做？而且天河是同一个精华里面的啊，就那一天呢、啊，那天看了各种恐怖的东西。你可以回去翻我冬衣，靠，要吓到我。我要现在出去看吗？不行啊！为什么他没发亮？记。你是说十张张白板吗？自己画，反正你手上有白板，你就可以有机会做天河了。白衣色啊，他怎么不见了？白板少女你还在吗？白板少女，呼叫白板少女。
你还在吗，白板少女？初チュンドラさんドラ羽根マン南トン本一回家路上哦，好吧。漫画白板那个今天看完日麻精华笑最开心的是，只有今天是笑最开心的吗？欸，我那时候看他传照片给我，我真的是笑倒在那个电脑桌前面欸。然后他那时候传给我讯息，我看一下他传什么。那时候我也笑好久。那种白板，嗯。没有，他也没有传什么。问一下，他就回我杀小，全部白板，我傻眼。够咯，我要自己画上去了哦。幸運は努力する者のところに訪れる。不要搞网络，不要搞。感谢维恩的会员。まだ終焉には至っていない。我的天哪！つも。我的天哪！哇塞！看到会员那个，感谢雅诗的会员啊，可惜不是摸到六万。对呀、啊，金一次ドラ六三倍嘛，哇，怎么好听？怎么有国师无双在我聊天室？怎么会有国师无双在我的聊天室出现？那呢？感谢空语会员。
刚换了什么走？二三九之前就出现了，真的假的？对不起。给运给运，你可以换九连宝灯吗？我还没看过它。国士无双，我放弃了。好，七。你没有有一下啊，哇，小月好吃，没有了啦，不好意思，那个要晚一点九连宝灯的定义是什么啊？啊，不是啊，反正就是你要有三张一、三张九，然后二到八这样子。啊，先撇除纯正啊，纯正真的也太难了。你们这样打数字很像在洗版，白痴哦！等一下啦，哎呦，你们只要打什么奇怪的数字？管理员要一个一个打开リーチ心を沈めねば小月我肚子饿了，小月没有，我刚刚有解开啦，可是他说你们都解好了，我刚刚只解到了一个，那另外两个不知道谁帮忙解的，老居或无名。我也有解。この道、未だ終焉には至っていない。哎呦，没得喂了啦！啊，公子还有点饿。可怜呐！啊，不是说你可怜呐。可怜呐！哇，我的嘴怎么了？可怜呐！我是在臭，没有啦。哦，有穿欸，不是有穿啊，黑的欸。我帮你一层，没事啦，有什么好道歉的？哎，帮我闪一下糖好。哎，糖，你是不是忘了我？我要教你的，结果你回宿舍打开日麻在那个友人场，你是不是忘了我？哈。不然我想怎么样？我想说他不会开胸襟啊。
黑糖下午跟我说，啊，我要教他。刚跟阿斌打好啊，欸，阿斌我下午有教过他，他基本的一些。啊，他有教你什么吗？你叫他教你啊。反正就是你要，就是，你不用也你怎么啊？反正就是不要让自己正听啊，正听还好，正听自摸嘛，就是不要让自己无意就好了。我以为你要跟巧克团，我周五很久没跟啦、啊。平西安安是谁？先记三种牌，哪三种牌？断腰、崩牌、三元牌，这样吗？一二三元，二三，欸，我先欸，我的回合。你先不要搞懂意这个东西，你意这个东西比较算叫做分数嘛，也不是分数啦，就他可以得到的分数，应该说难意，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也不想用意这个东西来解释，反正就是你看到这边嘛，一种牌一翻就是最好做的东西，所以他的分数低。但是你至少要达到这个门槛，你才能合牌。不是啊，你要怎么教一个新手？你教嘛？阿姨只会讲说去背牌谱嘛，对不对？对啊，老话一句嘛，啊，去 Google 啊，去背牌谱啊，啊，这个你对我朋友讲，啊，我讲得出来哦。哦，大家有想要一对一慢慢教啊，我也不想在台面上慢慢教啊，很难教哎、欸。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你刚看了新手教学，然后嘞，没有啊？你下午不在，我就先教阿斌了啊。等晚点吧，
雨林如果在的话，我顺便教雨林跟你啊。因为背牌谱讲的没错啊，真的只能这样子叫你们去背牌谱啊。我那时候就是一直看，但是没有玩，所以我牌谱是其实当时是记得差不多了，所以学得很快。台马转日马，就是因为台马转日马才会一直震那个啊，无意啊。对吧？哦，我要打掉吗？四毛啊，四打掉了啊！有种他还回来啊，我就四好不好？你记那个几伏几伏的有什么用啊？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没有，我是问真的，背那个有什么用啊？对啊，那给电脑算就好，我们没有打实体麻将可以不用背啊。你叫他背这个，反而头会痛吧？那个 Marco， 你不要用你的。太专业的教法来教，你这样乱教，你这样乱教的话反而没有用哦。リーチ、ハツ、ホイツ、ドラ二、ドラ三。哇，送你三呢。对啊，你这样教法是会把新手劝退的哦。该不会，该不会被七对子吧？没有，没有地核，差得远呢。我是想说玩得开心就好啊，可是 Marco 那样叫我真的是有点受不了。
哦不，这样就啊，哦不，哦太冲动了哦，那、啊、算了啦，算了啦，算了啦。哦 ，Marco， 人家是连哦，算了算了算了，给你教，让你教，让你教，你厉害，让你教，来来来来来。没事啦，我被 Marco 有点气到啦，就跟你讲，人家还是新手哦，三个了，我已经三暗课了。那个，我再讲最后一次哦，因为你之前其实一直是啊我的黑名单里面的哦，我老实跟你讲啦，我也说过了，你的有时候打字的方式其实让我们看了会很心情不好，那你不要在这边一直在用你太专业的知识来教新手或是刚入门的人，你这样教是没有用的，好吗？海品问题，那不好意思，请你离开咯，好吗？你可以看一下现在聊天室都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就只有你在自己在讲这件事情。最后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ラン全然緊張してない。你可能觉得你很强嘛，啊，因为年纪小不能去参加比赛。那你现在年纪到了、啊，那你可以去参加比赛啦。而且人家在学，人家是完全不懂，今天才载来第一次玩，准备要学的东西。你就噼啪教了一大堆，是未来很后期很后期可能要打成世界赛什么之类的，没有啊。リーチ、ドラさん、マンガン。那请随便打，那你请你离开吧。反正以后我讲真的啦，我只要看到你，我就 ban 了你好吗？可以吧？啊，就跟你讲，人家一开始就只是在学而已，你就讲了一大堆后面要用的东西，啊，人家听了会不会怕？我先跟你讲哦，我没有打算要永背你哦。如果你想让我永背你的话，我欢迎啊。哎，被你气到我现在好热哦！而且你会不会看聊天室的啊风气？不是风气啦，好了啦，不用理他了啦，他已经是累犯了啦。因为其实之前啊，你如果在听，你慢慢听啦，他其实之前就在聊天室啊，指指点点讲一大堆一些他的一些亲身经历啦。因为当时我还没到很强啊，但是他那样子讲，让我就是觉得很让人觉得很讨厌。那其实也很多人开始陆续跟我反映，就是其实看到他就是心情会很不好。而且跟观众一起玩，我本来就是想要。好，谢谢雅思。好，让我讲完最后一句。我跟观众玩，本来就是抱着跟大家同乐的心态在玩，不想要把东西讲得很认真。我也说过，我不喜欢太严肃、太规矩的东西。
感谢雅思的酷东西。天哪！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天敗。哎，真棒哎！他说凯伟要国了，那表示三九条在他手上吧。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感谢感谢。什么叫契约后的语言？哦，刚刚那个就是，你这个牌会很大的时候，然后你只要有结婚后，那个角色就会发出那个声音。所以还不结婚吗？赶快结起来吧！好，那个拜拜拜拜拜拜。我天啊，怎么这两天 EQ 这么低啊？昨天我姐来跟我讲一些事情，把家里的事情搬出来讲，让我一次很爆炸。就很像你在你的工作场地，然后突然一个家人在你的场那个工作的地方跟你聊天，讲很大声的话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人的声音会听到吗？不会啊，就只有自己听得到，就只有我听得到哦。然后如果你剩十张牌的话，你的角色也会提醒你剩十张牌。我现在只有孟子可以解，别啊，省一点啊，你不是还要找工作哦？你是说像这一张吗？打出去。地板会有语音吗？不会吧。好想用足球部长打牌哦、喔。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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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下次看到叫你换的话，你要跟我讲说你上次说可以的、欸、你要这样跟我，你要提醒我。好吗？要说教主，可是你上次答应我可以的。一起看，你是复制贴上吗？我看一下哦、喔，我、喔、没有，不是不是啊。感谢晴曦的超级留言。同一个酷东西，可是不同人给的，很开心。耶、yeah! ，好威！嗯，我那时候犹豫日麻要不要拿来当同乐的时候，我那时候犹豫很久，就是因为卡在有些人会玩，有些人不懂怎么玩，那怕说这个同乐的性质，你看、喔、我现在聊天是170人好了，那有几个会打日麻的？我相信不到50个嘛。啊，有些人可能只是进来听声音，进来看一些好笑的画面，对不对？啊，对，那其实能有到50人已经很不错了，毕竟这个游戏是免费的。
那还要找其他免费的游戏跟观众同乐，应该也很难啊。麦块不是每个人都有啊，麦块大家看得懂，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这个大家不一定看得懂，但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有。干嘛、啊？因为其实当时我就是知道聊天室一定会有一大堆人被我气死吧，因为当你会玩一款游戏，去看新手去玩的话，你一定会很生气嘛。就像玩麦块好了，麦块，我忘记那个是谁，就发现说其实他根本就新手，那时候以为他是麦块还不错的，就发现他麦块其实是个大新手。然后什么一些基础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做，我想说，哈，想说都已经2021年了，怎么还有人不知道麦块怎么玩？我真的很想讲这句话哎、欸。所以那时候其实看到是，我忘记是看谁的台一个台 V， 然后那时候聊天是说繁星快气死了。不是诺英啊，诺英还好。我忘记是谁了，你们应该不认识，是我在偷滴的还。谁？感谢挂台，无意间感到无语。未来啊，哦，你说刚刚哦，没事啦，其实之前就有发生过了啦。感谢蚊子的超级留言，橘橘的酷东西，你卡了，你断线了，这是你吧？我会打日马是因为繁星在打，然后跟着学。之前谁利恩也是啊，有几个也是啊。然后一起氪金，一起穷。你还送东西？卡了？你说我的直播吗？没有吧？感谢生母的酷东西。哦，你卡了，对，我知道你卡了。哦 ，YouTube 卡，哦，白痴哦，原来不同人哦。我也是，真的假的 ？YT 微卡，哦不，看来只能开到十点了，酷东西。哎，如果开那种什么？什么加班台之类的，你应该会气死吧？应该说给你钱，你去睡觉，这样逆向操作啊？给多少钱我就几天不开台？没有啦，不可能的。没有，我就是怎么讲？我再讲一次，我很抗拒日麻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要从头学。应该说，每次玩一个新的桌游，我其实都很抗拒，因为我怕的是全部从头学这个东西。我会害怕，是因为也就是会怕，就很我其实很排斥新的东西。这个其实认识我久一点都会感觉得到，其实我很排斥一些接触新的环境、新的东西。所以我接触日麻这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恐怖。而且我也说过，我之前打麻将其实有很不好的印象。死了，我还没有做梦欸。中二局欸。天下無双呀！
无情单杀。好，感谢樱桃，感谢叫什么？感谢童话少女，是不是你呀、啊？你是 Marco 还是你呀、啊？靠呀，我忘记是谁。没事没事没事，来，除了泡芙以外，这两个请在聊天室打字，我要先确认一下。看，还是没听台。嗨嗨，你是谁？你叫紫色，你是那个紫色吗？应该不是我认识那个紫色吧？啊，算了，随便啦。感谢捷云的超级留言，比如这是你的几天的时薪，给我去睡觉。对啊，就是要这种的啊。感谢静的超级留言，感谢陈夜超级留言，感谢捷云超级留言。你只能赞助少量的酷东西，你给我存起来，好吗？你跟那个谁，干于娜啊，给我乖乖存钱。你是黑暗剑士，哎、欸，你好久没出现了哦、喔。李锦，好多酷东西。对啊，哎、欸，其实我这边好久没有酷东西出现了、欸，哎，相比之下，对不对？我就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广告费，哈哈。有啊，其实最近有在想，因为其实怎么说，都已经换了这么好的电脑，要么就是剪更好的片啊，要么就是一直疯狂开台啊。默默被重复感谢，知道重复感谢。那我要一直感谢捷云，感谢捷云超级留言，感谢捷云的超级留言，感谢捷云大大的五次超级留言，这样子。今天吃尾牙也给繁星补补尾牙，哇！感谢杨毅的超级留言，金尾牙哦，今天什么日子啊？最近大量酷东西是教主的生日。真的吗？那个已经快半年了、欸，也没那么久啊，四个月而已。你也来酷东西，感谢推迪亚哥跟乔尼跟总统跟杰洛的做，可以不要那么长的名字吗？好累哦。啊，怎么那么小？你好像很久没给酷东西了，你都给诺音了好不好？你当我没有看那台哦、喔。感谢竹子显玄的酷东西，感谢景月，对不对？这是有念对吗？景月，我是都念错了啦，景什么啊？景月吧，我记得是景月啊。感谢烤肉肉的超级留言，感谢小黑的超级留言，感谢飞的超级留言，感谢老君的36个月。什么脏东西？你看是雨后春笋呢、欸，哎、欸，真的哎、欸。好了，我觉得。可能梅雨季过了之后才会再有下一次哭东西的吧。感谢生母，感谢老居，再感谢推迪亚哥跟乔尼跟总统跟杰洛的左的超级留言。好累哦。我确定年底要换工作的话，这个哭东西会更大。你确定年底什么？你说你今年年底吗？所以现在才年初欸，还是你是说尾牙后就是
新年，台湾的农历年。原来这就是酷东西，我知道当牛来问候你。如果你觉得照片太过分，不要不要不要，你这过分现在很好，我很喜欢，好吗？感谢明的超级留言，感谢感谢。啊，小月你现在DC的照片我很满意，好不好？今年年底哦，哦，感谢 Ruben 的超级留言。等一下，等我先换好牌。我也只能这样小而感谢，感谢教主让我下次就不要压哦。好啦，给你用，给你用。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总进来一发教主们。感谢雨恋的超级留言。你的牌很猛，但你没听牌，你听什么？那个刚刚那个前线新闻，浩福刚刚说他的牌很猛，但是没听牌。哇，这真的是我生日过了以来之后收到最多酷东西的日子哎。谢谢，我差点以为我的频道要完蛋了，我真的以为我的频道要完蛋了，你知道吗？哎，我看到了，他有机会清一色二杯口，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他两个一饼，两个二饼，一个三饼，两个四饼。哎、欸，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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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清一色，他没有二杯口，有机会一杯口，裹个头啊！你们再看一次13张白板吗？还在哦。哦，不行，小鱼的照片露出来了，小鱼你下次拍的时候请遮好。你这样说出来可以吗？没有啊，我要，我还是要告知一下吧。没有，你下次拍照的时候记得不要露到你的脸，你可爱的脸庞会透过镜子反射映照在大家的脸上，不是脸上啦，映照在荧幕上。在讲什么？感谢哦，你没有订阅过，感谢陈烨的会员。那有兴趣加入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来跟我说一边，请给我钱。来跟我说一边，请给我钱，请给我钱。什么意思？我意思是你把对方的牌都爆出来，白痴哦。没有啦，那是刚刚啦。那是刚刚他的牌，他说很酷，但是没有上一场的啦，不是这一场的啦。哦，陈烨之前是退取的哦。感谢小黑的七个月。哦，我的励志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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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雨恋的酷东西。我刚刚一瞬间觉得繁星是爷爷，为什么？啊，你是说我的励志棒吗？我是可以用这个声音啊，不过用完这个声音要狂喝水。对，你们也听过，你相信你应该也是听过那个谁辉明庄爷爷的声音吧？这个酷东西，那个东西，
啊，这个讲出来其实很伤喉咙啊啊啊！酷东西，对啊，所以那其实很伤喉咙啊。全程用米老鼠讲话不行，我现在鼻音很重，我现在顶多就只会哈哈而已了，哈哈，就这样而已。但是我不能讲其他话，因为讲，因为米奇的他是靠鼻音出来的声音。哦，哎、欸，好像不是哎、欸。大家好，等等哦，把喉咙现在黏黏的痰有点多。放个卫生纸把痰吸收掉，你是说我吞下卫生纸再把它拉出来吗？米老鼠的声音好像，你是不是没有看过我学曾志伟米老鼠跟王北北那一集啊？那个UHC欢乐赛。好，我可以开始学了哦。来，我先用卡祖笛，其实卡祖笛就是发声练习用的东西耶，你好。好，大家好。哎、欸，不行不行不行，真的，我喝一下水。不断吃泡芙、欸，哎啊，就好吃啊！他是给我吃。我要学屈原说遗言了哦。哦，是奖金争夺战吗？是吗？啊，是吗？米斯卡，莫斯卡，米老鼠，米老鼠，不行啊！鼻，哇哇哇哇哇！泡芙要杀人喽！或许你可以试这样高飞，高飞我会啊，但是他我只会呦那个，我很想学他那个从高处坠落那个啊呦呦呦呦那个，很想要学。没办法，是不是、啊？哦哟，还有什么？然后唐老鸭的话真的学不来，我已经很努力在试了。你可以说喝啊，你可以说好多饮料，好多饮料。对啊，是 Bobo 跟小雨那一对啊。哦，所以是奖金争夺战哦。马里欧是什么？马里欧，我要想一下哎，马里欧，马里欧，马里欧，好像很好像一样哎，我改天去学一下好了，因为马里欧派对那些游戏我比较少在玩。我找合了，没有啊？你要想哦，我如果这样，我不一定，他不一定那个啊，杠得到东，杠得到牌啊。啊，可惜了，你自摸了啊！你要想，搞不好我会被他打飞、欸，对不对？我们要做人要啊，知足。哎、欸，有没有机会？天河来吧，没有。
你总说立就立。巴黎如果唐老鸭可以用卡祖笛发出声音，我还不用玩玩爆、啊。嗯，栗子可以看台了。哈，你什么栗子看台？等一下，你们两个是同一个身份啊？不是吧？哦血哦血哦哦哦。啊，这很吵，不玩了，不玩了。哇！我可以玩了吗？我该不会跟泡芙的牌是一模模一样样的吧？如果都在你手上的话，我会哭哦。我说泡芙可以立直看台，它可以啊。泡芙，我看台，没有他，就算没有他没有，其实我也讲了嘛，你们看台我也无所谓，因为毕竟我就是开台在玩啊，你们一定会看到台，我是觉得没差，对不对？今天运势不适合打麻将。不行，我们不能这么没有志气，顶多赔一千块嘛。你都关声音，没关系啊，你听你听又没差。一千块给你啦。哎呦喂啊，好危险哦，我刚刚有想过要打他哎、欸。你今天有新电脑了，恭喜恭喜！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ぬのは当然なのじゃ。哎呀，我们的神色贵宾来了，那大家注意神色贵宾哦。要脸皮厚一点。你有没有考虑当兔窝贵宾啊？哦，怎么没有搞？对不起，对不起，让我想到那张图，你输给狗，不就连狗狗都不如啊？你赢狗有什么好得意的？哦。你再按一次，好可爱哦、喔！你吸在胸下小，超凶！哎、欸，十点了，不对不对不对，该关台了，该关台了。所以说我的五万呢，我才拿一张而已，我只有一张五万，挤不进去。我不可以色色，不知道，这是黑黑彩、欸。我、哦、干，好想吃寿司哦！
而且我发现一件问题哦，他的炸虾竟然就只是炸虾而已耶，没有饭呢。那你管人家那么多？哦，怎么办？我肚子正在叫了耶。我最后一次吃进食的时间是三点，完蛋了，我是要饿死了。我也好久没吃了，对啊，我也好久没吃了。本来有约一个谁，之前去年吧，前年聊天室那时候有个叫贝贝的，还有印象吗？对，有跟他约，但是他时间太难巧了，我想吃中午的。但他下午才下课，然后下课的时候已经五六点。那时候我也说五六点，我其实很懒得出门嘛，然后就说哈，那我改天再约好了。害你肚子也叫了，我要来吃这个，吃可口的。哎，有下午茶、欸。狗狗不吃给我。我那时候蛮想买一个炸虾的抱枕。那哦，老君应该知道，我那时候看中一个炸虾的抱枕。那抱枕搓起来真的超级舒服的。我想吃玉子烧，哎，上次被他们嘴我说都来吃寿司了，还吃什么玉子烧的时候，就开始再也不吃玉子烧了。那还是会吃啊，能吃一盘而已，不再吃，不会吃个四五盘那么夸张了。我知道我错了，不该浪费钱在玉子烧上。不该花这么多钱在玉子烧上啊。偶尔吃吃应该真的可以。那个手感对不对？那个炸虾抱枕，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戳下去手会陷进去，所以你那个人抱起来跟靠上去，你整个人会融化。玉子烧好吃啊，我知道好吃啊。你要换个角度想，玉子烧就是蛋，对不对？你这样等于在吃炒饭哎、欸。我知道玉子烧很赞，可是你就等于是花一样的钱去吃蛋料理。后来这样想想，就说服了我。リーチ一発タンヤオドラさんドラドラさん。哇，还中礼宝。百万。哇。太会中了吧！完了，都叫人家来当我神社贵宾了，我还这样子对人家，好棒！我觉得会有搞事的耶，这样好了，来送给你贵宾，不是说你是贵宾狗哦，你不要误会哦，你是神社贵宾，对不起。贵宾在这里啦，这只是贵宾。哇，你说小事情就小事情哦，那我怎么没，我多没尊严啊。
神に使われるのは灰なぞ。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ジモ、天運将来。打点を下げたと。大間違いですわ。これは宣戦布告ですわ。哦不，阿纪他们在换游戏了，所以我这边在跳板了。阿纪、阿汪跟影月在开游戏，然后这边在洗板。リーチです。ロンです。你还好吗？我叫你记得，我记得你叫什么 ？Koma。你还好吗？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你还好吗？我把你放大好了。卫兵下去了。哎、欸，你好惨哦。你一路下跌，你怎么了？好有规律哦，你的心电图很棒哦。一个自摸国师，一个清一色累积一满，摸可国师老白都见证了一切。没有啦，没有打了啦，刚不说最后一局了啊？你们三只猫是怎样？这三只猫是怎样？很不屑的看着我、欸。哎、欸，没有啦，休息了，休息了，感谢感谢，明天再玩好不好？明天假日，我片剪完我就开台好不好？就中午下午左右，不要闪了，没有要打，没有要打，乖，我开踢，有本事再抢啊，来啊，抢一个我踢一个，好，利恩晚安，好，哎、欸，嘿。HAIFEN 晚安，菜鸟晚安，小小的龙燕晚安，谁没看来不及？亚猫晚安，静晚安，阿亮晚安，信晚安。干九九七八，我记得什么九九七八，来有种再进来，我踢。晨曦夜月晚安，欸、你打过了哦。冠良晚安，啊冠良怎么来了？等一下啦，好啊，对啊。鹿晚安，白玉抹茶晚安。这个很皮哦，那个九九九七八什么的。哎、欸，提到了啊，九九七八晚安，信晚安。啊，双满一起，哎、欸，好久不见。晚安，晚安。初心的才，啊？才鸟，这是你吗？啊？你们两个是一伙的吧？现在是怎样了？没有说晚安啊，跟有打日麻的说晚安。哦，那个是你哦，都是你哦啊！欠踢啊，飞机票晚安。You cool， 哎、欸，看球球让我一下晚安。我知道了。嘿嘿嘿嘿，就这么闭嘴就好了。Vicky 晚安，九九七八晚安。哇，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哇，我好佩服我自己哦。踢，我踢。好啦，不闹了。好啦，好累哦，大家晚安喽。我真皮。哇，双马尾走霉运是你吗？你就是装马尾吉祥物吗？我要稍微记一下，好久没跟你打了哦，你好久没进来了哦。你们想去看谁的台？哦，我看到一个，对啊，我是说我看到一个我在看的动物频道啊，武林有开欸，那个骂白痴游戏的，看一下哦，因为我是蛮喜欢古灵玩游戏的方法，可是他的身形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就是哑哑的，
好，带你们去古灵的台。来，这个是那个绿色柴犬的台，有来过啦，我知道。好啦，就这样啦，那去那边乖一点哦，可以打个 good morning 哦。好，大家晚安。